年夏天最香喷喷的爱情，美乐加油！当爱情和面包终于合一，偏偏有恶魔出难题。别说100万，100块我也不会借。我发过誓，我绝对不再用我的笑脸替他冷屁股，不然我就是猪头。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一点自尊心呢？自尊心？自尊心算什么？自尊心不能帮我缴账单。当完美的爱情变色，守在身边的居然是……我要，我现在就要。我是你哥的女朋友。我要的是吐司，不是你。机车王子和灰姑娘求爱方法不一样。他真丑。爱情尚未成功，美乐仍需努力。6月5日起，每周日晚间10点，中视频道《美乐加油》。